这是我外婆留给我的遗物，说是我外公在海底地质考察时候发现的。月见博士，苏芷发现了新的 SP003 的线索。它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实验。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 居然还跟我说一次出现了超人！超人？他们是谁啊？一群不死心的疯子！妖怪啊！我要恢复神了，而且我必须找到永生。 是你逼我的，一起去死吧！不！司徒郡主是满门抄斩的死罪，你真的不后悔？失去你，才是我最后悔的事情。只恨相见，不相识。从此山水不相逢。